忙着呢。啊，忙啥呢？相亲呢。相的咋样啊？不正等结果呢吗？啊，你俩认识啊？啊，他是我老姨。啊，老姨呀、啊，耶，外甥这么大了。啊，不是亲生的，是干的。哦，干的。嗯，啊，他老姨啊，叫你呢，老姨。啊啊哎，今儿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啊，你俩能不能？没事儿，这我老姨不要紧，随便说。啊，没事儿，老姨。就是我通过跟老姨短暂的相处，我觉得老姨这人挺好的。这会儿我觉得手也不凉了，心里特别暖和，就是从老姨身上我找到了一种妈妈的感觉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话说的挺准确的，这是个好女人，这是个勤劳善良的东北妈妈。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人家两个相亲呢，你哪那么多话？你了解他吗？我了解不了解你不知道吗？我知不知道的，那你也不能插话呀。我觉得老妹说的对，你作为一个外甥，你应该支持老姨相亲，你不要瞎插嘴在这儿。你就是，再说了，你是来干啥的？你忘了吗？我是。你是来干啥的？相亲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说啥？不是，老姨，我相亲来了。老姨，咱俩不是说好的吗？我这对象不是还是你介绍的吗？哎呀，赵刚子，行啊，你胆儿挺大呀。那怎么的？许老姨相亲，不许外甥相亲呐？许，咱就一块相，看谁相得过谁。大外甥啊，我今天让你看看你老姨我的魅力。拉倒，你还魅力？小孩，哎呀，还紧张不？不紧张。手还出冷汗不？不出了。不信你摸摸。我摸摸。那个不是，你是长辈，这种体力活还得晚辈来。啊啊，没出汗。瞎摸啥呀？我手都出汗了，没人摸呢，在这儿。你摸摸呗，手出汗了。我不摸。让你摸，我不 摸一下，摸一下，那咋的？你摸摸。小孩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这怎么的呀？这是。小好，哎，刚才你说那些话我听着了，你小伙子不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也不错？挺好、啊、那个都觉得挺好，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啥节目了？节目啊，还心口一致，忽悠谁呀、啊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哼，失败了。差点没把我笑死。这么重大的决策，这么会儿功夫就决定了？赵刚子，你欺人太甚了、就是、我告诉你，这儿不是没有地儿晾吗？姐，没事，把被拿走，上我那个墓园去，咱一个墓碑上给他扇一个。就是。完了，我有地方晾。你俩这啥呀？你往哪儿晾啊？怎么你见过养墓起来了呢？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主任的，你来的是真好啊。咋了？赵刚子不让我们在这晒被子，但是他在这晒他自己家的被子呢。我跟你说哈，就赵刚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我们百姓点灯的行为，给你汇报一下。误会了，纯纯的误会，是我刚才来跟他说今天东广场可以晒被子的。赵刚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你这还在这沉默，是不是造成这么大的误会？不是，怎么就我造成这么大误会？我刚才跟你俩解释了，你俩不信呢。不是，你刚才你没说清楚。赵刚，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呀。赵刚子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抠什么字眼啊？你就承认你错了不就完了吗？你错了知道吗？哥，这么的，我那大户型照样给你过户，我菊花台照样给你买上送配板，照样有小花篮水果园照样上。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刚才那个拉井瓶是从你们家出来的？拉井瓶啊、哦、什么情况啊？我妹妹要考音乐学院声乐系，女高音，花腔。你妹妹这不是花腔，你妹妹这是武器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噪音扰民，不行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武器啊？伤害到你哪儿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肯定是有人告我状啊。哈，小芳子啊，我让你解决的是酸菜缸，你跟我说的是花腔。你要想解决花腔，你就先给我解决酸菜缸，再解决我的花腔。去。一个字，绝。
没事你找我干啥呀？没事我就不能找事儿吗？不是，我怎么有一种感觉你像来踢馆来了呢？我不是踢馆，我要投诉。啊？投诉谁呀？投诉你媳妇儿、你老婆、你太太、你夫人。这是我在咱们小区超市买的蛋糕。哦啊，我觉得这个蛋糕是坏了啊，你给见证一下。大米粒我了解，他不能把坏的东西卖给客人。这坏不坏也不是你自己家人说了算的，你自己看看。你看看，这挺好的呀。那蛋糕坏了是能看出来的吗？挺好的呀。那蛋糕坏了那是能闻出来的吗？你尝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尝。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尝尝。咱们小区啊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为啥呢？因为啊，前些日子一直阴天，今天天亮了，看这太阳多好，大晴天，街坊邻居们都拿出来晒被子来了，因为太潮了。但是咱们这个小区是有规定的啊，这是东广场，东广场啊是以健身为主，对吧？晾被子都去西广场，听见没？哟，我媳妇儿，喂，大米啊，什么指示？啊，让我回家去拿被子，拿出来晾一晾。哎呀，大米啊，我这没时间，对，我这忙着呢，我得看着点啊，东广场不能晾被子。对啊，哎呀，晾上，哎，这天好，好好晾晾。大梅姐，不是，小曼呢？啊，你一个卖墓地的，你大白天出来多吓人呢！我看看你。不用你看我，我很好。那个，我不要，别打折，别送。你是要全款呐？有钱人呐？不是，我压根儿不需要。你有事说事，离我远点，太吓人。那姐，你起来点。怎么的呢？我就是来晒个被，过来过来，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也该背啊？那我还穿着衣服睡啊？不是，你离我远点，你不是有小区吗？你上我们小区干什么来晾被？我们小区那被都晒满了，这不你们这边有地方吗？我就过来了。妈呀！那你不知道我们小区有规定吗？说这个晾被子只能在西广场晾，东广场是不允许晾的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咋在这儿晾呢？你能跟我比吗？是不是啊，街坊邻居？我跟物业经理赵刚子是什么关系？你心里还没点数吗？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啊？错。那是说不清的关系，知道了吗？赵刚子都跟我说了，整个小区只允许我一个人在东广场晒，你信不？我不信。你不信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找赵刚子去，我让当面跟你说，你等着，等着啊。你们二老是我们家的家长，嗯，你们必须组织召开一次家庭会议，我先说两句。咱们社区要评选好家庭，赵刚子是评委，可他把这个评委的资格给让出去了。嗨，让就让呗，啥叫让就让呗？心那么大呢？就是，为啥要让出去啊？我觉得，哎呀，我看我大姑爷做的对，我同意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大姐夫做的对，咱们家是不是够上这个好家庭？对。街坊邻居自有公论，哎，他不当评委正好可以避避嫌嘛。对，不是他这样的话咱家就吃亏了。哎呀，吃亏是福，他把这个资格让给隔壁王叔了。你吃饱了撑掉。不是，哎，不是什么玩意儿让给老王啊？他老王他哪有那资格？那老王还不如我呢。那当然了，老王哪比我强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可以作证，我爸样样都比王叔高。那是血压比他高，嗯，血糖比他高，对，血脂比他更高，这三高他就比什么呀。爸，
我跟您说句心里话，您看这么多年了，您在我心目中其实一直是我的榜样。您看啊，您辛辛苦苦的拉扯三个女儿长大，要没有她，我就没有幸福的家庭，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优秀的父亲。你以后跟人家学学说话。还有您作为一个丈夫也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是吗？我这些年之所以跟大米感情这么好，其实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都是跟我学的啊。可不，您看您跟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在忍辱负重，为了顾及我妈的感受，您有点钱就藏起来。那玩意儿除了钱藏起来你还有啥高招吗？那没别的啥高招。爸，其实您真的是怕我妈吗？不是，您是因为爱我妈。老话说，有多大的爱就有多大的怕。哎，老伴儿 啊我怕死你了。我爸，哎，那您说我把这个评委让出去对不对？绝对正确。我告诉你，赵刚，你就是我们家正义的化身。顺风，我觉得群殴太好了，这一群殴我就是正能量的代表。对，正，杨老二正的正。哎呀，我姑爷太优秀了。对。